别让生活操控了你。多少人觉得活着没意思，吃饭一包方便面就可以搞定了，睡觉时瘫在沙发上就过一夜，闲暇时对着手机、电脑、电视机发呆，仿佛每一个人都了无生趣，把自己变成套子里的人，渐渐的成为朋友眼中最无趣的人。学着享受生活有什么不好？人生只有一次，何苦浪费这短暂的一生？吃饭时找一家喜欢的餐厅，你会尝到垂涎欲滴的美食，变成让人羡慕的美食家。睡觉前喷洒一些香氛，在香气中安稳入睡，闲暇时带上家人朋友体验帆船、骑马、直升飞机等新奇玩意儿。除了电脑和手机，你玩的比别人更高雅。独处时学着看一些书，不求博古通今，只为提升自己的涵养。今后你会比别人更沉淀一些。你不是傀儡，生活需要自己主宰。留下足够的享受空间，过好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别让生活操控了你。感谢您的静心聆听。